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搏击课程的第三套，我是您的老朋友 Jonathan。在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 Real 小酒馆，在我们的右手边是我们的 Sugar。经过前面两套的练习，你发现我们的课程的难度是循序渐进的，对吗？那在第三套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把难度稍微提高了一点点，你会发现在你的整个脚下运动的时候，加入更多的向前和向后的移动，并且在每一个小节的时候，我们都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去提高你的协调性，提高你的身体的运动能力，同时去让你的心肺功能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，去燃烧更多的脂肪。以及这一套的音乐非常非常的好听，希望你们可以去感受这些音乐，让你得到一个非常快乐的运动体验。我们开始吧。注意听，右脚前，左脚后，双手握紧放在你下巴两侧，夹肘。第一个动作，你需要向前走 ，Let's go。摆拳，后撤，击打腹部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Again。还有一次，保持这个动作，摆拳，摆拳，腹部，把重心压低。还有一次，直拳，右，左，旋转你的髋，推出你的肩，那前面是击打对手鼻子。我们要把动作练在一起，下前击，直拳，后退，勾拳四次，四三二一。还有一个。抬起右手，背部放下，然后在右上方再做一次，把你的拳头举到你太阳穴的高度，一遍，放下，向右边移动，两次出拳 ，double jack。换边，三二一，让你的身体转动，通过蹬地的力量启动侧面的肌肉，一个 ，OK， 放松，肩膀放松，我们要做另外一边。左脚前，右脚后，准备好了吗？前进，摆拳，动，后退，腹部击打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停在这儿，只是你的出拳，腹部，一遍，直拳，让你的身体浮动，转动得更大，发力更多肌肉才能练习哈。前进，直拳，后退，勾拳四次，抬起左手 ，three ball。放松，调整呼吸 ，again， 再做一次。注意的 speed 的运动方式，
用全背的外侧去向外找。Again。下头移动。直前。一、二。换边。最后一次，重拳。OK， 好了，我们要再次回到大家喜欢的拳击的小节。第二节，我们都熟悉，在第二节你会用拳击的方式，以及更快的出拳速度，变得身体完全的热起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向侧击打三次，回来 ，Just Speedball，Let's go， 三二一。三二一，再一次，保持跳跃。Again， three, two, one， 还有一次。新动作看我，直拳，四三二一，第三次把身体压下来，再走一遍。Again， 它是一个蓄力动作，要重拳推得更远。学会了吗？加快 ，Go， 四三二一 ，Again， 还有一次，别动和开跳，四三二连在一起。完毛和开跳，面向我，向右跳两次，一个站着别动，半蹲用左脚蹬地板，试着用你的右手去摸向更远的地方，能伸得更远吗？ One more try， 新动作，三次击打，三二一 ，cross， 移动，移一遍，面向我和开跳，四三二，继续，Let's go， OK。你有明显感觉到在我们的第三套的时候，在第二节的运动强度提升没吗？我们要继续另外一边 ，Ready， 三次 ，Go， Sweep ball， 还有一遍。面向我，直拳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再走一次。它是一个蓄力动作，拉到后面。One more time， 加快了哈 ，Go。一个，和开跳，和开跳，向左边跳两次，别动 ，Go， 它是一个功能练习。你像用你的脚跟去蹬地板，推推，去考验你大腿控制力和耐力。还有一遍 ，OK， 向左边，三次击拳 ，Cross，Yeah，One more， 面向我，四三 ，Come on，
三 ，A 四证券。OK， 调整呼吸。经过前面两节，我们的心理的攀升。那第三节你会跟我一起来到下肢，你用吸腿和踢腿，却让整个下肢开始更多的发热，准备后面的挑战。Let's go。现在你需要把你的双脚平行站，拳击准备，肚子绷紧。你要学一个新动作，右腿开始，后踢，左腿前吸 ，Ready， 三二一 ，Three，Knee，Hold，Again， 眼睛往后看，在吸腿的时候往前顶，把肚子绷紧。还有一个，哎，抱住右膝，抱住膝盖和脚踝，重心放在左腿上，对着屁股要对准对手，戴着眼睛往右看 ，Yeah， 准备了哈，把力量集中在你的脚。踢出去 ，kick， 后，脚趾对地板，用屁股发力，脚跟去进攻对手。如果你觉得难的话，简单选择，在下侧45度脚踢，保持这个动作幅度，会对你来说更安全、更有效。新动作，两次吸腿，一次踢腿。重复，三、二、一。这个动作的重点要保持半蹲，让你的左腿始终保持压力，有没有感觉在发酸？还有一个新动作，右腿 roundhouse， 哦，踢腿。对，像鞭子一样转动起来，嘿 ，Let's go， 一个 ，kick， 放松，另外一侧，左脚前，右脚后。来到平行站姿，后踢，前膝 ，Come on， 注意听音乐，让你的动作配合上节奏，每次击打找到特效，啪，嘣，跟上音乐节奏 ，bang， 嘣。新组合 ，Go， 放松一点，让你的膝盖抬到你的腹部，让你的腿去保护你身体的侧面，向左看，啦啦啦啦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 ，Kick， Go。如果你要熟悉掌握动作，你可以试着找到一个假想的目标，你可以去踢对手的头顶，或者他的下巴，再简单一点，肋骨 ，one more， 吸腿和踢腿，吸吸踢，Again， 一个 ，roundhouse， 后 ，kick，
均匀的髋要尽可能打开，鞭腿，一个 kick kick nice， 放松呼吸。我们来到第四节挑战的部分，你继续将把你的上肢和下肢连在一起。我们这节会是你心率最高的部分，你要学习一个新动作，后踢前踢 Go Again， 把重心落下来，保持站稳，想象我前面这个动作技术，往后看，每次后踢的时候你的发力点来自屁股，还有一个加上手上动作，三二一，后踢左腿连在一起。这首音乐你喜欢吗？一首究极挑战的风格。在一会儿的后面，我们将把出拳和后踢以及前踢腿连在一起，做好你的准备，注意看我，挑战Go！ 啪！跳！当然，如果你觉得难的话，你可以注意看我们的手感，他会告诉你简单选择。一个，把双腿并拢，合，开，推，再次。并拢，打开，手放在胸前，画个半圆，加快一倍，别动 ，again， again， 看我新组合，加鞭腿 ，come on。一次 ，OK， 调整呼吸。我们同样的方式从左边再来一次，做好你的心理建设。我现在后半场你能跟我一起跳起来好吗？后踢，前踢，站稳，让身体适应。如果你在刚才的训练当中感觉到困难，请注意观察 Sugar。他会做出更低阶的选择。弯某，直拳，右脚后踢，连在一起。还记得刚才的组合吗？准备 ，Are you ready? Look at me. Woo! 跳！如果你刚才没有起跳，我相信现在可以试一下。你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心跳更快，而你的脂肪燃烧真正的有助力。和开跳，推，放松呼吸，加快，别动，look at me。我需要的是力量，
在这里，你将充分展现出你的力量、敏捷、爆发力，去进攻对手。嘣，一个，调整呼吸，最后的体能练习，蹲下，踢腿两次，踢，别动，左腿，踢。去跟上这个节奏，挑战哈，加快一倍，踢，踢，加快，跟着运气加快，我相信你可以，慢慢的加快 ，Come on，Go。Hold. Okay.